痛死了。这里有贩卖防具吗？麦提九号是什么？铁片甲，有盾牌，买了买了。反正缺钱再去那个地下室赌博，也不对啊，地下室有够远的，要跑一趟地下室真的是很麻烦。全部都打不开，这边是三选一吗？他说死人选一个门，又要先上楼再回来。麦提九号，哦，制作人，PC 版，我想买那个英雄无敌七，到底有没有中文版？这个，怎么掉下来嘞？掉下来就可以。不会痛啦，他穿这么厚的铠甲。
没有意义。这个好像也没有意义。为什么要在镜头弄一个陷阱，强迫你去踩？竟然给我这种垃圾！做记录，石头，快九桃敌对，敌家敌家。没有钥匙，因为他打不穿我的魔法，应该说他的魔攻就是14，睡觉的时候魔防是0啊。94了，95应该可以洗掉99。
丢了。可是我总觉得魔法五十之后就没什么感觉了，都是那几滴血。完了，九九分在身了。他的 INT 是24，所以我魔方也24，应该就不会痛。是这个意思。那边那个宝箱拿不到，从哪里进去啊？过不去啊！他说要用瞬移魔法，哇嘞，这么麻烦哦。那不就好在，好在我有买瞬移魔法。
还要再飞一次。哦，痛！啊，感觉，在哪里？五楼。我要戳他两下，蛋蛋都破了，我没那么痛。大砍刀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那个地图一百趴，一定要过去那边。没有去的话，只有99%。被戳！哎，还有啊！我刚才看了一眼，好像是一整排。欲速则不达。对啊，这边一排。没这么恶劣。90.14，还有中间那一块。
哎，难道谁射我？怎么还是开不起来？开不起来。也要上七楼再回来。很多机关都要上层哦。好吧，今天先到七楼，收工收工，今天一直死。感觉到这游戏的恶意啊！杰夫，拜拜，收工，拜拜。